不知道玩啥就随机挑战吧。第35天，谁呀？这是黑色闪电，不会哈、啊，很直白，直接不会。笨蛋，而起，来贴身去挠，这也能碰到，我真是服了。猴子压一下吧，他霸体冲出来了。来，我觉得先升天冲过去。这一脚踢到中了一个猴子也没事，不亏。要不着急踢，哎，忍不了了，顶下走，回真空波压到。嗯，我说我不会，你信吗？真不会。一二，他那个剃头剑，木叶的剃头匠嘛，一 A 等等等等等，但是用那个手机有点难操作啊。他两只通灵了，怎么在这个段位碰见的都是放通灵，跟我当年一模一样啊！对方一落空一替身，通灵就直接跟上。回往回跳，小狗咬他，往我身上跳吗？替身，漂亮，往回跳，吸，只拉一试试。一二三四，挂刀，来，人形态，人畜也能天下合一。再继续跳走，反身叫狗。哦，大招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形态的佩恩可以跟自来也安排一个彩蛋，只是没安排。好了，最后一个蛇，没事，我可以弹，你冲不过来的那个，我往这边跳，赶过来，赶过来，他已经空了，抓你，跳走，不敢靠近，哎，我人形态没法靠近，没法靠近，抓你，但是你步步紧逼，那就我只能强行靠近了，留一个盾。哎，没接上，盾就用上了。跳走，继续，就有盾。哎，留了盾打这个自来也，我觉得还是不打这个大兽王，还是有点好打的。或者是留这个鬼头，他敢替身我，这直接鬼头就行了，这按的快了，直接又切换了。大招，按急了，按急了，这一波是我的，我直接按急了。不过他好像也并不打算走。好了，行，黑恩还是帅呀、啊！喜欢的不要忘了给波三连呢、哦，再见。